中国版心动的信号，官方今日发布明星嘉宾阵容，因饰演流星花园中花泽类走红的新生代演员关宏成为固定嘉宾。电视剧里忧郁内向的男孩在自己的首个人固定综艺中表现如何，引发众多观众的期待。明星推理综艺关宏变身细节观察者，不同于线下其他节目的固定模式，心动的信号采用了恋爱推理的新方式，通过在一个固定场所内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对待异性的不同感情表达方式来表现当下人们的情感诉求以及生活方式，增强与观众互动性和真实性。在节目组最新公开的海报中，关宏的个人标语非常醒目，我喜欢观察，细节是心动的信号，凸显了他私下认真细腻的一面。关宏将在节目的幕后与其他明星嘉宾一起，通过观察细节判断人物之间的情愫，感受心动的信号。综艺新人关宏初出茅庐，固定综艺嘉宾尹继代关宏作为新人演员，在《流星花园》中饰演忧郁温柔的花泽类，剧中对于山菜的保护以及不同于朋友之间的感情让粉丝们为之心动，一颦一笑一静一动都被关宏诠释的拥有自己的个人气质。而作为 F4 中首位拥有固定综艺节目的他，在综艺中的表现让观众们很期待，加上心动的信号这个综艺界的黑马 IP 早在官宣之前就引发了很多关注。在已经录制的路透中，关宏坐在推理台前开朗的与嘉宾互动，完全不同于影视剧中忧郁内向的样子，展示了清新的微笑和爽朗的性格。